继续，咱们来关心哦，这徛家附近的公园，那是要改造这国民主体，相信真侪人拢无法度接受。今日呢，台北市内湖有一群民众，就伫咧徛家附近的公园伫咧抗议，希望会当把这个公园保留落来。保留公园，保留公园，拒建国宅。巨建国宅，只无简单争取到一片临时公园，即马刷袂起国体。台北市内湖保湖里三四十个居民做回来抗议，代表达不满。地要还给人民做，当他的运动公园，他为什么不回馈给我们？这边是因为有三种这种我们叫嫌恶设施哈，我们这边的地房价都没有涨。可是这边如果再盖成95户国宅，对我们来讲太不公平。居民请来台北市的机关来帮忙订正，希望讲市政府会当改变。我们现在支持啊这个社区争取将这一块绿地保留成规划成永久性的公园。市政府代表嘛表示讲，只要收到民众申请变更地步的申请函，市府对当进行相关作业。我们原先就是住宅区的土地，始终都没有说这是一个公园用地，那只不过这是绿化的一个成果啊。保湖里已经上千的居民来参加联署，后一步就是向市府来提出申请，希望讲将这片公园绿地会当永久甲保留落来。记者综合报道。